欢迎来到最佳健康生活。最佳健康生活相信健康生活方式的整体健康和营养。维持健康生活不再是生活中的一个选择，我们必须培养并过上最佳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享受最好的生活。嗨，我是 Joshua， 我是佳康力的 Coordinator， 帮助人们拥有最佳健康生活方式。请耐心看完，我保证会给您一份免费礼物。继续观看吧，活出健康。佳康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杰·巴内特 Roger Barnett 表示，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全球上百万的人口享有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希望您是其中的一份子。自从佳康力博士在美国研制出第一瓶综合维生素后，佳康力承诺致力于天然营养的领域中持续取得创新的突破。大自然拥有健康与长寿生活的答案一直都是佳康力坚守着的理念，因此在过去的60年来，佳康力全心奉献，以分享自己喜爱的全天然产品的行动帮助改善人们的健康及增加其收入。如今佳康力已成功帮助上百万的人们享有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佳康力效应。今天就加入我们吧，为您自己与身边的朋友们跨出第一步，一同创造更健康美好的生活，成为佳康力效应的一份子，以科学原理释放大自然力量。佳康力是天然营养领域的先驱，过去的百年中 D.R. Forrest Shackley 研发料全美第一瓶综合营养素后，与大自然和谐共存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t 的理念就此成为了我们的根蒂。 D.R. Forrest Shackley 的梦想不仅让佳康力成为了营养领域的先驱，同时也是市场上最悠久的网络经营公司。我们并没有因此怠慢脚步，我们将把这坚守的理念带入下一个百年中，致力为所有人，为您开创一个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在佳康力，我们相信大自然拥有健康与美好生活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选用天然、纯净及有效的原料，搭配最首要的科学研究，以配置出卓越及优质的营养产品。为此，我们承诺为您持续提供纯净、安全及有效的产品。佳康力每一款产品都是为您的健康，也对同时具环保概念而精心配置，安全至上，实验认证，功效卓越。与佳康力一同开启您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佳康力的产品理念：100多年来，佳康力备受世世代代的家庭所仰赖，我们做着其他公司无法媲美的事，研发天然安全及实验认证的产品。佳康力的使命是为每个人提供更健康的生活，更美好的人生。我们坚持带给您最卓越的天然产品，而您只需与朋友分享。佳康力每一款产品都是为您的健康，也同时具备环保概念而精心配置。当您选择佳康力时，产品质量给您三大保证：安全至上，实验认证，功效卓越。安全至上的佳康力产品，相信佳康力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性的八大理由。佳康力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因此我们严选上等的优质原料，我们的标准严格也是无人能比。我们精心挑选的产品原料都能发挥良好功效，以及符合严格筛选标准。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纯净标准是营养业中最严格的，以保证我们所有产品绝对安全可靠。所以当您想到佳康力，就会想到纯净。一，我们针对每种新的植物性原料进行超过350种污染物质、杀虫剂以及有害物质测试。此外，我们也对其他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残留溶剂、辐射的证据显示还有微生物污染进行检测。二，超过250项农药实验，并超出 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 美国药典的标准要求。三，每年我们进行超过10万次产品质量检测，以确保我们能为您与您的家人提供最安全可靠的产品。四，不含人工香料、甜味剂或添加防腐剂。五，无麦麸，我们的产品不含麸质，对于麸质不耐症或过敏者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希望产品能让您拥有更健康的肠胃和消化系统。六，非基因改造，佳康力产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并通过品种监察系统 APE 认证，一种最可靠的方式，以确保我们的食品从种子阶段直至制造过程中都保持非基因改造。七，可生物分解，我们 Get Clean 家居用品坚持以安全、高效、环保又明智为核心，可生物分解且不含磷酸盐、亚硝酸盐或硼酸盐，
这一路走来，我们已将促使地球变得更健康视为我们该负起的部分责任。八，我们不进行动物测试、实验认证。在加康利，我们不轻易宣称我们的产品有效，我们通过科学研究来证实其功效。我们专属的科学家不断地从大自然中寻找纯净和有效的成分，参阅科学文献，并自行进行实验，以证明产品的最佳功效。一，发表超过100篇科学研究报告。我们已发表超过100篇科学研究报告，证实了产品可为您的健康带来改善。其中一项测试是地标研究，说明加康利营养补充品的服用者与那些使用单一综合维生素或无服用补充品者相比，证实拥有更理想的健康水平。二，端粒。端粒研究显示，与健康无服用补充品者相比，服用了加康利补充品长达5年拥有较长的端粒。三，加康利专利。加康利产品已拥有超过70项的专利与代批专利。四，专利输送系统。精心研制的专利加康利输送系统能加强身体对重要营养成分的吸收，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部位提供必需维生素。加康利持续为产品做出创新的开发。 Roger Barnett 加康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说，创新和科研一直是加康利的核心价值，这创新的科研中心是加康利未来另一项持续的投资，以帮助人们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为最终目标。在加康利，我们不曾停下创新研发的脚步。自我们承诺延续了加康利博士的创新理念后，我们不断地运用科学及大自然的方式，研制崭新的健康方案，持续提升人们的健康。弗里斯特加康利博士创新科研中心拥有最先进的科学设备，确保加康利产品符合并超越行业界产品纯净度与安全标准。加康利的研发与开发部门将针对所有产品进行研究，这包括营养成分的研发、天然原料的开发、产品制作过程的发展、质量鉴定和质量控制。以目前备有的优质设备，加康利已将拥有超过50位的科学家于普莱森顿市内，致力地为加康利研发出最优质产品。加康利产品功效卓越，刊登了加康利营养补充品研究，让我们感到万分光荣。这也是第一项支持长期服用营养补充品潜在的健康益处的划时代研究。加康利营养补充品研究划时代地标研究。加康利营养补充品研究是一项突破性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长期服用多种加康利营养补充品者，比起无服用营养品者和单一综合营养素的服用者来得更健康。这项研究验证了加康利一直推广的健康理念。加康利所推广的健康生活方式不仅限于摄取营养补充品，它包括日常饮食的抉择和运动，以帮助达到最佳健康状态和活力。同时，我们也呼吁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健康的饮食、补充品的摄取及定时运动，以确保您维持最佳状态。加康利营养补充品研究是一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进行的独立研究，而此研究的标题为长期服用多种营养补充品者的使用模式、健康及营养状况。这项横断面研究刊登于2007年10月24日营养学期刊 Nutrition Journal 上一份据同行评议的网上科学期刊，健康指数史无前例最高评比，理想的血液营养水平，更健康的心脏生物标志物，降低疾病的几率，维生素 D 和铁质处于安全水平，长期服用营养补充品者拥有更低的心脏疾病风险，11%更低的胆固醇比率，33%更低的三酸甘油脂水平，更低的心脏和脑部疾病，36%更低的血清同半胱氨酸，更低的心脏疾病、癌症、糖尿病几率，59%更低的 C 反应蛋白，39%更低的高血压风险，73%更低的糖尿病风险。为什么加康利？健康配套。加康利采用创新科技生产品质优越、安全至上、绿色环保及经实验认证的营养产品。加康利所提供的优越产品一步一步地帮助人们改变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加康利效应。点击 Learn More 或下面的链接，了解有关加康利产品以及如何通过加康利商业机会实现财务自由的信息。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链接，我会与您联系。相信您也不想错过我们的限时买一送一优惠。
恭喜您已经按照最初的承诺获得了免费的加康利会员资格，点击链接来获取您的免费会员。请记得不要错过我们的限时买一送一和新会员优惠。上帝祝福您和家人，感谢您的观看。